文春报乃木板四十六星也难恋情，南方长相像北村降海。最近文春也是有点努力，送来了不少的瓜。昨天有一位在籍偶像被爆出了恋爱的文春炮，乃木板四十六的一期生星也难，两个人牵着手逛了逛，最终选了一家平价意大利菜餐馆用餐。一位星也难的朋友说，星也难也算是乃木板里面不安生的那种人，又是被爆出开 ins 小号，又是疑似泄露恋，还有各种跟男生来往的新闻。在一两年以前就流传过一次他的恋爱新闻，对方是一家大企业的公子哥，对方家里是做电影演剧方面的知名公司，